傅老师的话有时候都没有点的，他厉害。像他那个画手就不能点，一点可以点的，但是他厉害啊，就不要点了。功夫就是这样的，黄金币是点的，千点万点。富坚如是一点也不点，但是他也有点的，啊，那个黄金币也有不点的了，但是他们的真功夫就是不点，还有一个是点了很多点，看不出一点。所以有一次，黄金币就跟学生讲：“你怎么点的满山都狗屎啊？”啊，那个学生就讲：“你也点了很多啊。啊”人家点的是金宝，啊，他点的是狗屎，差在这里而已。这个是笑话，是真的假的？我不晓得了。嗯，怎么点的满山？所以学习黄金币的话，学不好的话，是满山黄金。人家是满山黄金，也没错啊。那个狗都在山上拉屎啊。不能那样讲。